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有个同修在他的房子外面贴一个南无阿弥陀佛，隔壁人就来劝他不要贴着，这个不好，不吉祥。啊，我们不愿意看到，他认为贴阿弥陀佛就死人的，你是误会的他。啊，这个都是毁谤佛法，这个罪得很重，不能怪他。要怪谁呢？怪我们学佛的人，尤其怪我们出家人。我们出家人做得不好，让他们产生这么大的误会。那我们出家人没有把佛法解释清楚，怎么能怪他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原谅他，要顺从他。他不让我们贴，我们就不贴。啊，慢慢来。啊，相处久了，跟我们相处久了，他就了解我们不是坏人，不是干坏事的。啊，真正是好人。啊，然后慢慢在这，我们为什么要贴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最吉祥。啊，佛是什么意思？佛是智慧，是福报。你要不要智慧？得要啊，没有智慧就愚痴啊，没有福报就贫穷啊。那阿弥陀是什么意思？阿弥陀无量啊，无量的智慧啊，无量的福报啊。他讲清楚了，他就会问你要了。我们贴太想贴了，要讲清楚啊。他认为阿弥陀佛是专门超度死人的啊，完全把意思搞反了。啊，我们要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啊，那不要佛，就是不要智慧，不要福报。那多可怜！啊，我们冷静细心观察，现在在这个社会，这类人很多。